SPM 2018 Park 这一个图是 front view of part of roller coaster track，在一个 park 里面，然后它这个 park 的 roller coaster 的 curve 的 equation 是这一个，然后 P 是它的 origin 的话呢，就是它这一个是00，然后这边距离5，然后 find the shortest vertical distance to the ground level，所以它要找的是这一个的距离。所以他要找这个的距离的时候呢，OK，我们在这边，它那个是 minimum point。So minimum point 的话，我的 dydx 的话呢，它是364x² 减308x。So minimum 的话，dydx 等于零，所以我就投364x² 减308x 等于零。全部一起乘64，3x² 减24x 等于零，全部一起再除 3x² 减 8x 等于零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x 乘 x 减8等于零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就拿到 x 等于零，x 等于8，这一个是 origin，这个我就不管了，所以我 x 等于8的时候，我的 y 等于164，8 power 3。减316 8 square，OK，所以它这一个是八减这一个8864，12，所以我拿到的是减四，所以这个是八减四，八减四是在这一边向前走八，向下走四，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这一个的距离。OK，因为它上面这一个是属于它的那个 x-axis 嘛，这边是四，然后这个是 x-axis，所以这边是一咯。OK，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那个 shortest vertical distance from ground is 1 m。OK。就5减4等于1米。